假要出国，对，是的。他怎么会想到今天是小年夜，所以打算到国外去？对，是的。大概去多久？十一天。十一天啊、哦？对。好，准备去哪？泰国哪里？曼谷。就曼谷待十一天，是第一次出国过年吗？不是，所以之前都去日本居多。那为什么这次挑曼谷？因为曼谷有消息，一方面想说来搭新宇航空啊。那所以像今天小年夜这样出国通关，您觉得还顺畅吗？还算顺畅，可是人其实还蛮多的。蛮多的。所以再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为什么想到国外过年，而不是在国内过？然后现在国内过年到处塞车啊，再加上台湾过年是越来越没那个氛围，反而去曼谷过年还比较远。